点瞎讲。啊这一个个的，这雪菜怎么个打鸡血了？这么长？那咱看这里的。哎，老哥头，你雪条怎么也这么长？哎呀，我卖的呗，能不长吗？你要吗？给你整两个。我这个人吧，喜欢低调，那个雪条有点太张扬了。喜欢低调啊？看这个，嘿，这啥呀？反杀甲，反杀赤甲，1.0心动测试版，这不就反杀甲了？错，是反杀甲，只要你受到伤害，就可以触发反杀被动。啊，还能这么搞？你先拿去，用好了再给钱。五分钟后，兄弟，我们不动手呢。这廉颇老贼乃铁甲宗首席长老，而且刚从老江头那里回来，指不定买什么好东西了。你毕竟是铁沙门十一代单传弟子，出了事，庆哥那边我不好交代。退后一点，我先上去试试。兄弟，相信我，谋位宜多，出了事我能第一时间回来。放心吧，铁甲宗长老嘛，总之先试试吧。大吃嘎嘎门心的姐姐，不行了，我刮了半天了，肚子还没掉啊！你上吧。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铁甲宗，要说伤害啊，还得看我凯爷。照这个节奏下去，不出三刀，这小莲蓬还不直接就没了。这你妈反伤甲吗？是反杀甲。哈哈，老教头终于回来了，我的血条也回来了，我的青春也回来了。鲁大快走。走什么？看不到我身上的血条吗？血条不管用，他太肉了，拉着无尽怕什么？他有反甲呀。你觉得我这么厚的血条会怕他的反甲吗？看到没，再来一炮，他人直接就没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他有反甲是吗？是哪个版本的反上甲呀？好像是反杀甲。